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呢，你们长时间的观看呢，让我的 YouTube 频道呢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那我可以坦白说， YouTube 的会员功能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呢，是支持重度身障者生活的一大步，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让我们身障者呢就算在家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生活的管道，是对身障者自立生活的一份助力。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呢来支持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好，各位好啊，今天跟各位介绍一个新的技术哦，叫做 Steady Dancer。 那他这个之前上个礼拜就有出了，然后我知道这个东西，那因为 CompUI 插件还没有完成，如果要用的话就只能够去 GitHub 装这个。那它模型也非常的大哦，家用显卡很难跑这样。那目前呢 CompUI 呢这个 KJ 大大他的 WOM Video Wrapper 插件哦已经有更新了哦，有 也可以用这个 Study Dancer 这个哦。那这个 Study Dancer 呢，它这里有模型啊，你点进去，你点进去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Study Dancer 的目录，点进去这个就是模型，那非常的大哦，32G 哦，这个将近33G， 这个家用显卡跑不起来了哈，这不用玩了哈。那我有找到了这个16G 的这个量化过的，所以各位就用这个就好了哈。这个如果是16G 的显卡是跑得动的哈，我有试过是跑得动的哈。那各位如果要用这个 Study Dancer 模型哈，注意你的 CompUI 呢 CompUI 要 update 一下，更新到最新，还有你的这个 WOM Video Wrapper 这个插件哈，也要更新到最新哈。WOM Video Wrapper 这个插件，你各位也要更新到最新哦，这样才可以用哦。那我们以前呢，有教过 WOM Animator 41集哈，那这个原理是差不多是一样的，一样也是给影片跟参考图，一样也是给影片跟参考图，然后呢，他就是去把人物给替换掉。那以前这个工作流呢，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实际上背景也没有换，那它是用遮罩的模式呢把人给换过去这样。那现在呢 Study Dancer 哈，那现在呢 Study Dancer 哈，我们大部分的工作流都没有变，就是把大模型呢改成这个 Study Dancer 的这个模型哈，然后呢我们原本的遮罩那个工作流，大家可以看到吗？我原本遮罩的这个地方，我把它全砍掉，哦，我全部砍掉了。然后呢，我就是用这个新的这个，用这个新的节点，然后一样哈，哦，我们就是把这个影片呢，把它这个去侦测它的这个脸这。这个可以不用开啊，这个其实可以不用开了，这个无所谓的啦哈，就无所谓了。主要是侦测他的动作，让你自己知道一下，侦测他的动作，让你自己知道一下。然后呢，再把它放到这个 WOM Video Encode 这里，然后呢，让它去生成这种类似浅空间的这个一个画布，让你去作画这样。然后这里也是哈，这里就是一样，我们就把参考图给丢进来，参考图就是手帧，放手帧这样，然后呢，再把上面拿到的这个影片的这个浅空间呢，跟这个参考图呢一起丢进来，一起 embedding 进来，哦，变成一个浅空间的画布，让它呢根据你传进来的东西呢，那它就用这个新的节点。WOM Video Sample Setting 这个
然后呢，他现在是把这个节点打包，然后再送到这里去运作这样的哈。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结果了哈。我们再来看结果，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有没有？他就跳了跟拉拉队一样，有没有？就跳了跟拉拉队一样，哈。然后声音呢，我也有嵌入，有没有？这样呢就都有了哈。那老实说，跑起来呢是不慢哦，我觉得是非常的快。跑起来呢，跑起来是480秒左右啊、哦，不慢了。这是大概这个啊，182帧啊、哦，然后30帧一秒，也就是说6秒的影片呢跑480秒，那不慢了，大概7分钟就完成了哦。不慢哦，老实说不慢。那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把这个 block swap 这个缩小，可以再跑快一点。好，那我目前是用40，那你用30就更快了。好，那基本上就是这样。那我们可以换一下别的影片跟图，跑一次给各位看了。好，我们现在用这个汉服美女呢，然后来跳啦啦队的舞蹈啊。来试试看。那这个提示词哦，我们以前有讲过了，这个提示词以前有讲过。提示词呢，你完全不用写也无所谓了，这个根本就不影响。像我刚刚没有改，然后出来效果也是很好，所以这个可写可不写了哈。那我们来跑一次看看哦。好，我们来看效果哈。啊，没有问题哦，基本上就是这样。那这里也有比对了给各位看哦。那这个呢，实际上呢，我这是运气好一次过了哈、哦。它并不是呢，每次都那么好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哈、哦，我们来看实际上要怎样做。实际上呢，它还是用这种 open pose 的架构，所以也就是说呢，它这个。有时候呢，这个手的前后、哦，它不是抓的那么准确，这样，所以你也是有时候要用抽卡了，哦，那它基本上也是还是用这个图生图的原理的哈、哦。那这个跟 One Animator 差在哪里？就差在说，它是可以整张图呢迁移过来，然后去让它跳舞的，整张图哈、哦。你不用去特地抓第一帧要一样，你随便一张图就可以。那背景呢，它也不会维持原来的背景哈。那这样就等于说，你完全是一个新的东西了哈。你就不是之前那个只是换人物，这等于是完全一个新的东西了这样。那这个就是这个 Study Dancer 强大的地方了哈。那有兴趣的再自己去玩玩看、啊、那如果想要了解更仔细的话，再去看第41集、啊哦、想了解更仔细的话，再去看第41集，这样、哦、好，如果觉得我影片对各位有帮助的话呢，请帮我订阅、分享、按赞，谢谢各位。